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崎岖探员陆续集合，据相关人士透露，这是因为是、还是被发现了吗？距离时间标尺的完成还差10%，你进度太慢了，蒙查查。这最新的第20009话真好看，还看漫画，赶紧给我出刀。等等，说的，我这就去搞事情。不止搞事情，从今天起你要狠狠搞破坏。可是听着，就算对过去造成再大破坏，我也要加快收集数据，任何关键时刻都没有我的那一天重要，听懂了吗？知道不？那就给我去搞事情。是，马大会。哇，老板，别急，漫画还没到呢。哇，彼得，这才凌晨5点，为了买漫画至于吗？当然有，今天可是超级豹女的大结局。根据资料，这是超级豹女第18次宣布结局。不，这次肯定是真的，所以我绝对要第一时间看到。快看，来了，我的漫画。好，超级豹女第300回开奖。原文再续，书接上回。话说豹女的好伙伴伊兹遭到黑暗力量的感染，即将变成怪物异虫。伊兹说，豹女动手。只听话音刚落，轰隆咕噜，黑暗力量暴增，伊兹痛苦另一边，豹女强忍悲痛，捏紧拳头，呜呼，高高跳起，哗，只听哗啦啦，呼噜噜，滋啦滋啦，雷光加电，一记奇石踢去，顿时停，我要的是漫画，你干嘛在这说书啊？漫画那是什么？大结局我一定要第一个听到。不，第一个听到的是我。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很正常啊，粉丝都想第一个听到大结局嘛，你们要是不急，等他们抢完再听嘛。这难道是我？前去的方位，时光机点出现了。果然是柠檬博士，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提翅出击。嘿，这次的关键时刻和漫画有关。1832年，法兰西画家杜米埃发表了一篇批评权贵的漫画《高康大》。根据资料，正因为这册漫画的发表，法兰西的人民才会团结在了一起。对，从此漫画受到大家的喜爱，发展出科幻、冒险、推理、运动等等各种题材。懂了，总之本喵的任务就是保证杜大叔的漫画顺利发表。走吧，赶紧解决，我还等着超级豹女的大结局呢。可超级豹女在未来也还在连载哦。什么？我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伤害。好了，喵，总之先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把高更大给我。不，克罗，我不能给。要是这漫画发表，你一定会坐牢的。杜米埃，我们只是画家，用漫画讽刺公爵，你在想什么？不，正因为我是画家，我才要把它画出来。这样你会坐牢的。哼，要是我的漫画能让大家看到法兰西的未来，我乐意至极。可我不想没了你这朋友。拿来，住手。别啊。哦耶！漫画到手。柠檬，分手和你。到破坏喽！
我的漫画。静静要漫画，给你漫画光剑。快跑！怎么回事？不会吧？放我出去！喂，快放我出去啊！克罗！杜明埃，别管我，赶紧逃！不不，没用没用！大家刚刚被那个柠檬怪给变成漫画了。什么？嘟嘟，把漫画捡起来保护好。Good job。不急，生气，当比不分。小心！逆转光圈。根据资料，这些都是漫画用来表达内心的对白框。对白被抢了，一只怪东西，展开！哎，看招！跟我一边去！嘿，能怎样子？百变重锤！我要在75度角变出艾尔象攻击。我敲！嘿，听到了，我躲。钢笔炮弹。艾尔！警告！对白光辉！读取我们的想法并说出来。就像这样。既然这样，嘟嘟上！可别的。毕竟他不会说人话，就算被读出来，应该也没关系。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别的，别搞的。嘟嘟，误会啊！可别的。把旁边的木箱丢过去。别的。什么？这还带翻译的？别的，可别的。轻松躲开。唯快不破，光迹追踪。喂，坏柠檬，追不上了吧？追不上才怪呢！看本喵从右边来个飞踢，收到这边，钢笔炮弹，通天万能步，飞鹰战车冲到。反弹碰巧，有了闪电猫，在幻柠檬周围连环发射能量箭头。凯奇，你这不暴露了吗？放心，没关系。上，好吧，逆转光圈。小半喵全都打偏了。通天金刚拳，正面发射。对，就是正面。没用，没用。是吗？金刚拳反弹去哪儿？连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看穿？嘿，机会来了。
没错，通天火箭拳，奇趣爆发！讨厌！轻轻松松，我们立功。谢谢你们，杜明安。克罗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长夜之中总要有人燃起一盏灯，我希望我的漫画可以成为那一盏灯，为此我义无反顾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就差那么一点，我一定要回到那一天。